仲有其他讀緊研究生碩士課程，仲有。咁你今次有啲有冇必勝良藥咧？必勝良藥其實冇噶，冇乜好多就係、希望大家支持我，就係冇必勝良藥噶。每樣嘢我必勝良藥就係自己爭取啦。咁希望你努力啦嚇。咁呢個時候咧，我都知道有另外一個候選人啊 ，Roberto Antonio Nohra Hoja 噶。咁有啲咩想同大家講咧？佢唔能夠嚟到呢一度啊，睇睇片段先啦。大家好，我叫 Roberto， 我係澳門人。我係一個強項運動員，但係我都可以發揮一個奧運精神。咁其實我都問到我自己，我有咩方法可以發揮我嘅支持同埋奧運精神呢？因為我一個人嘅能力係有限，咁但係透過呢個機會，我覺得我係一個積極嘅參與，係可以發揮到。咁我都希望憑我嘅積極嘅參與，可以鼓勵其他人知道，唔需要一個強嘅運動員先至可以發揮個奧運精神，你同我都可以。所以希望都你可以俾一個機會我，多謝你。